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。